年龄？25。下一位，卢宇，14岁，全县人士。锦儿，你有14岁吗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下个月就14岁了。可是按照规定，未满14是不允许参军的。不，离打仗还有些时日，等我上战场的时候，我早就满14岁了。你当真想清楚了？下一个。我想清楚了。谢吧。下一位。